走吧，我们到舅舅家了。舅舅家还是没有什么改变。哥，哥，谁呀？谁呀？哥，哎，我回来了。小妹回来了。对呀、啊。快快快，快点！大包小包，还抱个小孩回来。嗯，爸妈呢？哎，爸妈，这前两天跟你说，爸妈已经走了吗？啊，有和我说过吗？我发信息给你了，你说你没时间回来。哦，哎，哎，干什么的？干什么？大包小包干嘛的？哎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跟你们说了，我离婚了，所以我想回娘家来暂住一段时间。离了？离婚了？是。你还拖儿带口的想回娘家住，还穿得这么破烂，你觉得有可能吗？啊，当初都叫你不要远嫁，不要远嫁，你飞不停啊，人家一碗麻辣烫就把给你，你就嫁给人家了。现在呢，好了，被抛弃的懂得回娘家了，你觉得可能吗？哥，大嫂，我不回这里，我能回哪里去？我离婚都是净身出户了，我无家可归了，你就要我。你也是真的遇到渣男，那种男人你也跟他就好了，哎，还净身出户，你这不是脑子进水了吗？离婚就离婚了，还净身出户啊？你还回娘家？我看到你直接睡桥底好了。爸妈生病的时候打电话叫你回来，你说哦我要看小孩，我回不了。现在怎么就懂得回来了？那事实也是那样嘛，我现在后悔了，对不起，可是。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你说那么多那些有什么用啊？后悔有用吗？有后悔药吗？啊，这里已经没有你的容身之处了。俗话说了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这里已经不是你的家了。不是，大嫂，你松什么松啊？再怎么松，这里也曾经是我的家呀，怎么那么松呢？再说这里也是我哥也有一份子啊，我哥都还没说什么，你在那里唧唧歪歪说什么说呢？我是这个家的女主人，我没有说话权利吗？啊，爸妈当初怎么去新农村的你不知道吗？都是被你气死的，是你们自己照顾不好，又怪我。哎呀，这小妹，这你可说不得了，是不是？我不管，我自己回来了。哥，往事就不要提了，你看见我妹都已经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，你就让她回来住一段时间呗。那行，那我就问你，今天你选你老妹还是选我？哎，反正这个家有她没我，有我没她，你自己选。那妹，那我也是爱莫能助啦，毕竟现在都是你大嫂说了算，我说了不算呢。那既然是那行，你说我的算，你就给我回去，马上给我回啊！快！哥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啊？你妹，你自己好好保重，我先回去了。不要来，大嫂，不要进来，晦气啊！不要来这里哭哭啼啼的，你有多远给我走多远。我能去哪里啊，哥？怎么这人大哥都有的？有窝囊废！窝窝什么窝啊？你真是，你还嫌不落吗？啊！你明明知道你大嫂是什么人，你还来这里说这种话？哎呀，现在我你哥我自己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，我哪里管得了你呀、啊？那你说我怎么办嘛？你帮我想个办法，你总不能看着我眼睁睁的看着你亲妹，还有你亲外甥。外甥女饿死在街头吗？那肯定不会。要不这样的，你已经回来了，干脆，妹，我家肯定容不下你了。要不我叫那个老牛给你介绍一个人给你，好吗？这样啊，这样也行吗？对啊，如果成功的话，你那边又有人帮你照顾小孩，你又有地方住了，一举两得。那好吧，那你赶紧叫人。好，你等我一会儿。喂，牛哥啊，我大勇啊，你现在有时间赶紧来我家一趟，有好事，天大的好事。对，你来了再说，好，快点啊。再等一会儿，老牛就过来了。能不能行啊？你看我拖家太口的，人家会不会嫌弃还离婚呢？老牛那张啊，哎呀，三寸不烂之舌，肯定能行。是的，当然能说得活的，何况你。虽然哎，离过婚，有个小孩，人家经过他这么一说，肯定不会有人。喂，大勇，哎呀，牛哥，牛哥，来，你说什么天大好事啊？哎，这个谁？我妹啊，你妹啊？对啊，怎么靠不像了？
你以前是我们班的校花的不？对呀、啊。啊，你是我同学老牛啊？哎呀，你忘记啦？哎呀，那么多年过去了，你都忘记我。你以前那个头不光啊？哎呀，岁月不饶人，你看看头发掉光很正常。我们还是废话少说，正先聊正事。什么事？他回来庆祝一下？庆祝倒是不用啦、我妹呀、离了婚呐，净身出户回来。你妹离了婚呢？离了。哎呀，曾经我妈的班花怎么落到这种地步啊？还不是被那个捞老了，七块钱的毛拉到就跟人家回去了，没好了。现在落到这种地步回来，我家那个母老虎，你要不是不知道，我家肯定容不下的。就说我就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，你帮我们介绍一户人家。哎呀，大勇说，虽说大家都是同学一场，但是你也知道，像你妹这种情况呢，有点困难。不困难，不困难，困难，不困难。你看他拖家带口的，哎呀，这个，这个整了再说，怎么整了再说？大勇，你还不相信吗？你如果成的话，我私人的，这么多，500。5000啊，都5000啊，真的、一言为定，4码难追不？8码都难追了，8码难追啊、一定为、一言为定，5000，那我就交给你喽。没问题，小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我家那个老虎在里面，我就先回去了。那我知道，你老婆是正宗的母老虎，那有、对，妹，那我就拜托给老爹了。有什么样的话，你再通知我。那我先回去了啊！那好吧，记得啊，记得。OK。老同学，哎呀，你吓坏我了！哎呀，别说那种，我老刘这份人不会落井下石的。哎，你放心啊、哎。一定要帮我介绍一个好一点的哦。哎呀，你忘记了，我们帮那个啊，那个海哥啊。他没结婚呐、一表人才。我知道啊，当初。其实我也有对他有点想法了，真的、哎呀，吓到我了！我跟你说，为什么那么多年他还没结婚？他老是念念不忘的说那个什么小芳啊，什么嫁了那外甥的，嫁给那个捞了，搞得他现在看那女人呢，觉得个个都不漂亮，配不上他。他说，那我现在这样，不知道人家嫌不嫌弃？哎呀，不说那么多，那带你去看一下。好，行吧，走吧。到了，这里就是。哎呀。他们家跟我哥家的是一样的呢。啊？怎么一样？不瞒不瞒、对，所以说嘛，这个婚姻呢，一定要竹门对竹门，木门对木门，才能过得幸福。你以为说啊，高攀那种啊、权贵，像你这种条件，不可以的，很难过得幸福的。门不当户不对了，跟我前夫、他虽然有多钱怎么样，后来就是因为钱太多了，太花心了。你看看，你落成这种大下场，还不说那么多了，我敲门进来。海哥，谁啊？老刘啊！哎呀，谁？哎呀，老刘爷！哎呀，老刘爷！哎呀，哎，什么事啊？哎呀，什么事？你不是天天念叨着那个什么小芳啊？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啊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我心目中的女神啊，可惜了，嫁人了。哎呀，离婚了，现在离婚了，是啊，我离婚了。不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你看看，机会不是来了吗？怎么回事？现在还反应不过来呀、啊？离婚那个，你机会不是来了吗？机会是来了，那你还想怎么样？但是你介绍给我，这给别人笑话了，这不行了。还怕什么笑话啊？你啊 那不是啊？哎呀，你也知道，村中那些情报站，哎呀，厉害的不得了。哎呀，那你这辈子想自己过呢，还是想？找一个老婆安安静静的过日子呢？你听听人家说那些干什么啊？刚刚老牛还说你还等我来着，原来都是骗我的。又是，哎呀，我怎么不知道怎么说了？我是喜欢你，但是啊，我也怕村中那些啊。难怪你那么久娶不到老婆。你要管人家干什么呢？生活都是过给自己，那个脚合不合适自己才知道。那不是啊。那嘴巴长在别人身上，你要不要？不要，我带到别的地方去了。哎呀，要，那你去试，跟他了解一段时间了啊。那行，不怕我也不怕。跟你说，既然都是我带过来的，你也知道，老同学，不管是不是，这个肯定要的。跟你说啊，那个红包开明驹马吧，2000块钱，介绍费。
行行行，不要，我手机借要给别人了。你看我转给你。那好，那我就回去了吧，结果行李在家里啊。啊，行行行。哦，那你反正都是老同学一场，也不用多说了，慢慢跟他是吧，撮合着，明天磨合啊，明天搬去县城住。我县城你还有房子啊？前几天买的。哎呀，不说那么多，我走了吧，反正我也等着你那个订单到账吧。行啊，没问题。那我走了啊，好过日子啊。好，谢谢老牛啊。那进来吧。你不确定不嫌弃哦？小孩是我北人的哦，你要当亲生的养哦。哎，老牛都知道我的为人了，不然的话，他怎么可能这个把你介绍给我，对不对？那好吧，那我们回去吧。进来吧，煮饭给你吃。嗯。